大家好，我游人有余小伟，我今天佛祖之旅一样来到福基云港。那今天的话是大流水，然后流比较大，风也还蛮大的。那现在时间大概8点多，然后最满时间大概11点。那我今天准备了一样，一只抛圆，一只抛金。那因为我上次被那只石斑拉断了，然后线虽然没换哦，今天又准备了一只又更硬的杆子。那这只杆子才六尺，那它也是船钓竿，然后它更硬。然后我待会再来介绍钓的喽。Nice， 各位，我们刚来就中了一只大龙。那这是一样我们群组的，然后你坑哎，它非常的大只，然后我们待会拿尺来量，稍微帮它量一下总共身长，这应该1.5斤超过了。各位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身长，大概32，就是从头到尾。那这只已经算是大龙，而且它脚几乎全部都在。我们来的刚来就开壶，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呀、啊！哦，你刚用脚下去比，真的蛮大只的，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钓友！各位，我今天准备的一样是一包秋刀鱼，然后。因为最近全年缺货，所以我钓具店买了2盒虾仁。然后我们才刚来，大概钓不到一个小时吧。我们群组那个就开户了一只龙虾，真的还蛮厉害的。然后那这样算是大龙，因为还蛮大只的，应该1.5斤可能超过。它真的还蛮漂亮的，然后我也正在努力加油，希望今天也会有机会。然后我今天准备了这只杆子，它又更短，然后它更硬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这个要搏大物应该是 OK， 但就怕线撑不住了。希望今天还有机会可以试试这样。唔知道有钓无，玩得很漂亮啊！哦，有中，中鱼了哦！唔知是不是河豚，后边挣扎啦！不知道。黑点，哎，哇，它会拉呢，拉得动呢，抛远的开壶一只，那没有很大了，大概10多而已，哎，终于开壶了，开壶了。咬了咬了咬了，山林鱼，哎呦！哦，中了中了中了！这只有比较大哦，有感觉的哦。中鱼了，但我不知道怎么鱼，会挣扎，会挣扎。哇！这应该是黑吧？
怕头啊哟。OK 啦。是 OK 吗？水嘞。系啊。一个跳起来。哇，开火开火，难怪刚拉那么大力。哦，今天真的不错哎。这又好像是黑，丢啦，那个什么黄鳍雕啦，然后后面那个是黄色的。有的还蛮漂亮的，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尺寸哦。刺哦，各位27，今天不错，大流水真的还不错，开壶开壶。中了，一样的吗？比较小哦。哇，那个叫做龙江。龙尖吗？对啊，龙沾鱼。对啊，又开壶又开壶。现在时间大概12点，然后再反退，然后拉的还蛮漂亮的。这个弯的漂亮，都比较大只哎。哦，这只好看粗哦。哇！哎呀，是呀，黑点。这个我都不是很知道哎，很像昂走，但这个好像是高级鱼哎。哇，今天好猛，更大只了这只。我刚弯的很漂亮哎，我根本来不及。来量一下啊，28块，29左右。沙毛，有赛事的沙毛哦。很像沙毛。哎，不是不是，黑点黑点，开壶开壶，再度中鱼。
它有拉啦，那不多加，所以它没拉那么沙。你看都吞钩了。紧收啊收啊收啊！我抓不起来，我知啊。大只的哦。好滴啊滴啊滴啊！哇，戏多了！有啊有啊，我知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下去，走啊，滚！紧收起来啦！气鼓一枚，下半场看你表演。没有没有，刚刚有大力的。有有中了中了，应该中了，但是有可能是河豚啊，感觉啦，但又没有那么重哎、欸。哦，对，又好像不一样的黑点呢。再度开壶，形不一样，有咬中。哦，中鱼！哇，怎么那么重？河豚吗？哇！哇！天哪！哇，超大！哇，举不起来！勾到了吗？哇，勾到线！哇，勾到什么线啊？废线！各位，这应该是河豚啊，不知道什么河豚。啊，我勾到线了。啊！啊，这条线不好处理。啊！好啊。我要掉了。啊、哦！气死！掉了。然后因为前面有一条线啊，没办法，一直下去耶。是不是红红的？可爱的小龙吗？哎、欸。哈哈，一直落去有无？哎，啥货啦？
不知道，有机会，因为他刚是这样。还在。哇！你看，回去，他刚刀，他在刀住，断了。啊，现在时间12点多了，今天真的幸好有风啊，不然蛮热的。啊，我今天又复仇失败，他今天早上没打完，是昨天大概10点多11点的时候打完，也是来不及，我差一点杆子就喷了。差一秒，幸好有接到，不然他就喷了。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刷天涯嘛，然后第三次了。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，知道哪个洞的话，大家可以把它处理起来，然后再跟我讲说，你们钓到了。因为我觉得那只应该蛮大只的。然后昨天我们还算蛮好运的，群组的就中一只龙虾嘛。那之后就是我陆续都起蛮多种鱼，那很久没有这样了。虽然昨天遥控我觉得算不错啦，但是今天到目光就很差了，就目光我就那只河豚卡到线没起来，之后就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养，都是那种小微斗，然后消饵不好，然后前面也几乎都没什么，有讯号但是都咬不中钩啦。所以昨晚比较好，目光真的还蛮差的。那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，那跟大家说拜拜咯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